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请问煮冬瓜汤的时候呢，放入冬瓜皮来同煮，更能提升营养价值，对或错？请抢答。首先，意犹未尽，对不对？对，确定。错，确定。到底是对还是错？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。对啦，对是不是？对，好。恭喜你答对了！哇，平手平手！要例题要例题。第一题，请问购买切片的冬瓜，肉质洁白，冬瓜籽呢呈现白色的，甜度最佳，对或错？请答。老张姐，错。确定？确定。改一下嘛。恭喜你答对了。下一题。好，下一题，请问买回来的切片冬瓜最好直接用保鲜膜封住，放到冰箱保存，对或错？请抢答。错。确定？错。恭喜。确定哦。错哦。对。确定哦。对还是错？对左右，要相信。我妈妈冬瓜都放冰箱外面。错。恭喜你答错了。耶呼！已经保存好。下一题，请问。整条的冬瓜若要长时间保存，最好将外层的白色雾状灰尘擦干净，对或错？请抢答。哪有白色雾啊？我抢到，我抢到了，没抢到了。有什么了不起？答错就没有分了，我跟你讲。所以我要好好答，你吵什么？白色雾状的东西擦掉，对不对？嗯。错，决定。对。你怎么说还对啦？我看他的表情。我不会。你不要管他，你自己认为。那个白色冬瓜买来整条的时候，它后面是雾状白色的东西，要不要擦掉？四、三、二、要一，要擦掉，要擦掉哈，要擦掉，确定哈，擦干净。所以答案是对还是错？嗯，对，要擦掉。恭喜你答错了。我现在请可来宣布一下这个阶段的成绩多少？这阶段呢，反荣姐是两分大赢，那仁豪哥跟小贤呢都是一分，所以他们两位都要喝冬瓜姜汁，意犹未尽不是吗？那是我，两位都要喝，是两位都要喝，而且代表两位都吃不到。对不起啦，我觉得麻辣锅也蛮好吃的。你现在有没有觉得麻辣锅很好吃？不好意思，随意就好，随意就好，随意随意就好。那个姜喝太多，哎呦。又干了又干了，你不能每一次喝的时候很 man， 喝完之后就不对了。对，碰水碰水。不是因为那个姜，最后还会冲上来哈。谢谢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冬瓜的营养题跟料理题哈。冬瓜有排水功效，喝市售的冬瓜茶饮品也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帮助排毒。是错。因为市售的有的根本是加香精，香料。市售的要很小心，因为我们希望是从天然食材来做。那你在外面喝的这个冬瓜茶，我们不晓得它糖放了多少。假设说这冬瓜也确实它都是原材料来，但是它糖放了太多也不行。这个冬瓜能够解除这个解毒啊，是到底是冬瓜什么样的成分让它可以解毒啊，范老师？它其实它里面本身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钾离子。哦，钾离子会排水。它其实这个冬瓜它很有趣，它的重量里面它96%大概都是水分，水分，大部分都是水分。对，对它，所以它能量非常非常的低，非常非常的低。但是它利水除湿，就是因为它的钾离子啊，那钠又非常的低，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高血压很好的很好的食材，好朋友，好食材。对对，只要肾脏没问题，好像就可以了，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肾脏如果有问题，就可能导致。对，但肾脏有问题的人还是就是要知道了，因为很多人是不知道，很麻烦。对对，所以要定期的健康检查。没错没错。对，那再来煮冬瓜汤时，放入冬瓜皮同时煮，更能提升营养价值。答案是对，当然没错。对啊，这皮的营养分是很够。把它洗干净，重点是要把它洗干净。甚至有的人如果说是更担心的话，你可以用那个牙刷，用牙刷稍微刷一下就好了。因为你用手洗不干净嘛，那牙刷很干净嘛，你那个专门就是我现在都是给专门的牙刷放在那边，你要晾干呐，平常你要把它晾干，你不可以让它有潮湿晾干。然后呢，要用的时候呢，洗一洗，那偶尔你也可以做那个杀菌的动作。对，那皮也可以吃下去就对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啦，就是因为口感没那么好啦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对，那范老师，我们在讲说这个可以提升营养价值啊，那它的皮跟籽除了钾有含在里面之外，还有什么营养价值？
它的皮当然你可以看到它本身有绿色的话，它其实它就有叶绿素在里面。那它绿色的东西除了这个所谓的叶绿素之外，维生素 C 也会很多，然后再加上它绿色的，通常还会有一点点维生素 A 在里面。对，就是只要绿色的蔬菜，它一定有两个东西，一个是 C 跟 A， 一定有，一定有。对，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吃那个蔬菜的时候都一定要吃到绿色的？但现在我们是希望你各色都吃得到，都吃啦，对。所以吃的不一样。纸的话，它就是矿物质比较多，矿物质就是含钾量就会特别多了。哦，所以你看这个纸跟皮啊，在煮的时候一起放进去，等下喝的时候把它滤出来就好了。然后再来购买冬瓜，切片冬瓜，肉质洁白，冬瓜籽呈白色，甜度较最佳。是错，百王是答对。让他讲成什么色？那什么样子是最好的？就有一点黄黄的。哎呦，厉害哦！那如果呈现白色是什么状况？就是它还太青。台语啦，他给我想清了，太深啦，太清哦，台语，我觉得他能讲到这样，就要给他嘉奖鼓励哦，因为一般的人就是他猜对，他不会讲答案，对，啊，你是完全懂这个地方哦。我们在买冬瓜的时候最简单就是，第一哦，它的这个肉啊最好是呈白色，越白越好哦，那里面的籽一定要呈有点像米白。好，代表它已经成熟，但有一些切开之后，你看它里面是白色的籽，但它还没熟成。对，好，那甜度啦，跟它的这个口感就没有那么好。原来是这样。哦，了解。然后再来买回来的切片冬瓜，最好用新鲜保鲜膜封住，直接放冰箱保存。刚刚这个小陈答错。我记得我们家如果有买冬瓜回来，都是放在冰箱的外面的地上。那是整颗没有切吗？就是一大条这样子。对，对了。可是你切开了，水分就会跑掉。哦。所以你切开的时候就一定要用保鲜膜封起来，那冰在冰箱里面，它的水分才不会被抽走。我问你一件事，冬瓜的产地是在夏天，为什么叫冬瓜？哎，对啊，为什么不叫夏瓜？对啊，有没有知道？不知道，这个。这个我们食材有健康之前有做过一集，有讲过这个事情。嗯，冬瓜。哎，我看应该你们不晓得，我直接讲哦，因为它虽然是在夏天采的，但是只要你保存的好，你外面是没有任何坑坑巴巴、没有破洞的话，它是可以放到冬天都可以吃的。啊，真是这样？对，它的保存期限非常非常长，哦，所以可以放到冬天，所以叫冬瓜。又学到哦，来再来，整条冬瓜若要长时间保存，最好将外层的白色雾状的灰尘擦干净。其实它不是灰尘，是它的绒毛。对，你甚至说买回来的时候，冬瓜你摸的时候，甚至你还会刺刺的。对，它就是它的果粉，它的绒毛。那这个东西可以防虫蛀。如果你要长期保存，你把它可以防虫蛀的地方，你把它擦掉，把它刷掉了，它就保护就没有了。好，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个第一题哦，喝市售的冬瓜茶饮品也可以促进代谢。市售我们就先抛开不讲。刚刚你说冬瓜糖，我们就不讲。我们现在就来示范一个怎么做冬瓜茶哦，那健康的健康的，直接用我们直接用冬瓜来做，哇，好不好？很快。小时候在想，为什么冬瓜茶喝起来没有冬瓜的味道？没有，但是都是糖，其实都是糖啊，都是甜的。首先我们这边你看，我们刚刚说的皮哦跟肉，我们先把它切分开了，皮跟籽也留着，肉也留着哦。那我们现在比较快的方式呢，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冬瓜呢，把它放到果汁机里面来打。它的冬瓜煮法有很多啦，有人说你可以直接块状下去煮啦，有人说你可以这个皮削削剁成细碎状下去也可以。可是我个人觉得最快的就是用这个果汁机。对，这样省了很多的那个瓦斯的。对对对对，大概是1000cc 的水进来。1000cc 的水。今天的观众朋友真的是有福了。对啊，这个马上夏季快到了，喝冬瓜茶是非常棒的。你在这个步骤把它打得越细越好，它释放出来的味道就越快。好像冰沙哦。好，那现在呢就把它放到里面来。你看它其实打完之后，刚刚的分量是有的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现在看，刚刚潘老师有讲，96%都是水。都是水。你现在打，你看我现在倒出来，有没有？几乎都是水。超龙珠一样。那你把它，那这个是原汁哎，这是原汁，现在目前这个是原汁哦。然后我们就把什么冬瓜的皮跟籽都把它放进来。哎，这个反而不用打。不用打，没有，因为这个我们在里面要吃。
对，所以我们到底是要把它滤出来，所以你的那个孔哦，可以用那种捞水饺的，不要用网子，用捞水饺那个洞大一点，对对对，它所有的这纤维就会过去，对，对对对，然后大那个很大就全部留在这里，聪明，对，这样子也煮十分钟就好。那因为我们也没有时间，我已经煮了半成品了，好，哦，不对，我们煮成品的啦。这原汁哎，这是天然的冬瓜茶，天然原汁哦，让你真的喝得到冬瓜味的冬瓜茶。哇，太正了！来来来，有味道，香香，对不对？有点冬瓜的冬瓜的味道，对，跟市售不太一样，它没有香精的那种味道，而且它放的糖没有很多，就一淡淡的甜味。我觉得这个才叫做冬瓜茶哦。对不对？原来以前喝都假的，那都假的，那都是假的吧？不能说假的了，因为人家做不知道怎么做，我们不晓得。但是这是健康的，看看低了，而且这甜糖也没有那么甜，它很像莲藕汁，很像莲藕，又像那个卤水汁，卤水对。而且这个啊，你如果说做好之后，做一壶放在冰箱里面，小孩子下课回来一喝，哪一个不是透心凉？对，对不对？有健康的感觉。很棒，这真的很棒。要不要再加？要不要追加？不行了，待会要跑厕所，这个利尿。利尿，对对对，利尿利尿。好，我这个呢，剩下一点点，就留给待会两位不能吃的。你就靠这个喝饱。待会我们在做我们吃的冬瓜料理的时候，两位就喝这个一点点的冬瓜茶，望梅子，也算是对里面有，对不对？还算不错吧？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没有办法了，今天我们就直接就上台。对，那今天要吃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做的非常简单，我们今天做个红烧冬瓜。我们讲说红烧冬瓜啦，那其实有些人因为他的饮食习惯，可能很常吃到红烧的部分，所以有些人比较少机会吃到，可是它都是好吃。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，今天我做的嘞，不管你常吃也是，或是你很少吃，你一定没吃过。我不信，我就要吃吃看，你吃不到，而且很明显的知道说，经过今天之后，你还是一样不会有吃过的。冬瓜还没有放进去之前，我们一个东西要放进去，差不多是一匙放进来。待会我们把冬瓜现在把它放进来，煮到收汁就好了。哇！哇塞！你懂我的苦哦。我懂你的苦。嗯，懂就好。哇！人家说这是会跳舞的彩鱼片。好入味哦。我觉得。好好吃哦，而且它的软硬度刚刚好。我感觉不到哎。到底黄色泥状物是什么秘方，可以让红烧冬瓜变得好吃嘞？想学会就千万别转台哟。